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请坐，请坐。<coughs> 呃，今天利用这一段时间呢，呃，继续呢就上两次向大家呃汇报的这个呃印光法师念佛的十念法，呃，继续向大家汇报。 呃，今天的题目呢，因为不只不仅涉及这个十念法，主要是，呃，所以我们起了叫做《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呃学习的心得报告。嗯，因为不光是设涉及十念法，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学习这个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的一些体会。那么，我们上两讲呢，向大家汇报了这个。 自己学习印光法师十念法念佛的十念法的一些体会。呃，今天在座的诸位同修，可能是有很多人是新来的哈、啊，呃，可能对这个十念法呢还不是很熟悉。这个这个十念法呢，呃，是印光法师呢，呃，在他的文钞正编当中呢，正篇当中呢附高少林书四。 给高少林写的第四封信里边阐述了这个十念法，大家可以在这个呃文超呃印光法师文超经花录的呃这个论修持论念佛方法这一栏啊这个栏目当中找到这一条。那么我把这个十念法向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很多居士呢，很多朋友呢，呃跟我聊哈，就是说他们好像也在家里头啊。 也在慢慢试这种方法。那么试这种方法以后呢，他们有一些问题问我，说：“呃，我在这里边呢，呃，就就我我所了解的一些呃一些一些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啊，这个印光法师在文钞当中啊，非常明确的说，呃，如果安静。” 啊，精力集中，没有干扰，那么可以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快慢呢，随你自己的感觉啊，你觉得快能摄心你就快，你觉得慢能摄心呢你就慢。啊，但是呢，在默念的时候，啊，特别是不能出声的时候。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环境比较嘈杂，你比如说在车上啊。 啊，或者你在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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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场所呀，你不便于出声，这个时候呢就要默念。还有一个呢，呃，你比如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啊，你出声就不恭敬了。还有一个是躺着的时候，你出声也不恭敬，那么这个时候只好默念，只能默念啊。呃，英国法师说，如果躺着的时候你出声念呢，一则。 不公，二则伤身啊，久则成病。所以呢，我们呃，在这个几种情况下呢，啊，环境不干净，在上厕所或者这个比如在厨房啊比较嘈杂的地方，你就不易出声了。就默念，默念的时候念六个字比较难啊，因为干扰太多，所以呢就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心里念。虽然是心里念，啊，虽然是心里念，但是你的意地当中。 啊，你的脑子里还要有嘴动的这个，嘴动的这个形形象，还要有嘴动的这种，就是说这这这种就是还要有异地当中还要有嘴动之象，你还觉得你的嘴在动，啊，你觉得你嘴还在张，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吐字，啊，所以呃默念的时候呢，以呃以四字为宜啊，念四个字比较好。 第二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呃，有些，呃，有些朋友哈、啊，有些有些念佛的朋友说，到底眼睛是闭呀还是睁着？啊，这英国法师在文朝当中有明确的说，绝对不能闭眼。啊，因为我我们看到很多念佛的朋友啊，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闭着眼睛的，啊，闭着眼睛呢，他说呢容易昏沉，就睡着了，啊，就没就昏了。 而且呢，久则着魔，啊，容易容易着魔，所以印光法师说呢，绝对不能闭眼睛。呃，那我们眼睛往哪儿看呢？有些居士给印光老老和尚写这个文抄的时候呢，写信的时候说，呃，他眼睛往往平看或者眼睛往上看，啊，这个眼睛往上看呢和平着看呢都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上火，啊。 就是呃，就是心力上上上上上扬，久之呢，就是脑子就会会晕、会热，啊，就会上火。所以呢，呃，还是那眼睛应该往下看，啊，如如佛像，眼帘下垂，啊，眼睛往下看，但是没有闭上，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样的话呢，就特别的能够摄受你的眼睛的这种，呃，能够摄受眼睛。 因为我们都设六根嘛，眼睛也是一根。念佛的时候，你往下看，心特别容易归一，归在佛号上。如果眼睛那么，呃，平视或者或者左右左右摇摆的话，那你这个来回移动的话，就容易，这个，啊，就心就散乱。所以呢，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眼睛要往下看，但是不能闭眼睛，就像我们我们家里供的这些佛像一样、啊，哈，眼眼帘下垂。 嗯，还有一个朋友呢，昨天呢说，那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是不是脑子里要想这个阿弥陀佛的字的形状？啊，这个嗯，不用想啊，因为文钞上当中，呃，咱们严格的嘛，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老老实实听荧光老和尚的话，他没有说让我们想这个字的形状，肯定是他也如果有必要想，他一定会说，如果他没说，我们就不要再加上这个这个条件了。 不要再加上这个这个限制啊！不要想字样啊！昨天呢，王庭彦呢，呃，居士呢，呃，这个问我，他说，呃，那你说，第一个念得清清楚楚，这是一条链子，记得清清楚楚，啊，听得清清楚楚，啊，所谓念得清清楚楚，就是、脑子里头我知道我在念佛，并且我念的是第几第几声佛号。 啊，念得清清楚楚。第二一个呢，是听得清清楚楚。我的耳朵要听我的嘴里的声音。那不出声的时候，你有心声啊，你有心声啊，听你的心声，用耳摄耳谛听，收敛你的耳朵啊，揪住你的耳朵，听你心里的声音啊。同时嘴里要嘴里要念得清清楚楚啊，心里记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啊，嘴上念得清清楚楚，三种清楚。如果三种清楚还不能摄心，啊，悠泳忘波，还在那个妄念，一个就像浪淘一浪浪，这个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加上数，就是一至十，一至十怎么念？那么四种功夫施于一生佛号之上，欲望莫有啊！你再想，你再想起妄念，你就顾不上了。久之，则心能归一了。 你的心就归一了，就归到一心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心不乱。那么，但是不是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没你，你不要再用嘴来念这个二啊，你也不用耳朵来听这个二，就是你知道你在念第几声佛号就行了啊，这就是记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就三个了嘛，是吧？哎，所以呢。 这是回答这个庭彦师兄的这个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再在在在在嘴上再加数了。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这个不行啊。英光老和尚没这么说，咱就不这么做啊。第五一个问题呢、嗯，啊，第四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加数。第五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呃，有些呃，有些有些朋友念了好几年的佛，他说我念着念着吧，就就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念佛了啊。我这个呃，是不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因为我没有到这种境界，我不好判断你那个境界。他说，反正念着念着吧，就忘了自己念佛了。呃，这个印光老和尚在他的十念法当中这么说的：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可别念着念着就疲他了，念着念着就就就昏昏沉了。 这可不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一定要清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清楚。你别念着念，就和打瞌睡似的，进入半睡眠状态，那个不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清清楚楚我在念佛，而且我清清楚楚我知道我念的第几声佛号，并且我知道。 啊，我念佛的速度、念佛的节奏、每个字的发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啊，字与字之间没有夹杂，句与句之间没有夹杂，啊，把这个妄念排挤出去，不让他有时间，不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落下脚来，那这个很是很是是比较费力气的哈、啊，这个是比较费力气的，呃，那种悠悠然然啊，这种有一搭无一搭。 啊，你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啊，这个是要不得，所以一定要清醒啊！你一边打着哈欠，啊，一边揉着眼睛，眼睛也睁不开，那不叫无念而念，那不是念佛的状态。念佛的状态是一个精神非常饱满，啊，充满了法喜，啊，这个这个这个脑子非常清楚，啊，这个精神头很足，这这这是念佛的正确的状态，啊，所以呢。 呃，不能念到昏沉，念到疲沓了，啊，这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呃，呃，丁嘉丽老师呢，我我跟她介绍了这个十念法以后呢，呃，她非常喜悦，啊，她经常给我发短信，就说呢，这个她念了十几年的佛了，啊，不知道还有这种念佛的方法啊，呃，原来她在剧组的时候吧，反正。 到哪儿去嘴都动，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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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这个他觉得，哎，这一天没白过，念了好多声佛号，啊，但是呢，呃，我给他介绍了这十念法之后呢，呃，他回去做了两个星期之后，啊，效果就非常的，非常的明显，啊，他给我发短信啊，就觉得好像，啊，真是真是有福气啊，碰到了银光法师的十念法。 啊，真的试图做到三个清楚和一句和和这个呃实际啊，用十个数来记，哎、他觉得啊泪流满面，非常感谢老呃，非常感恩，非常激动啊，喜极而涕，嗯、啊，高兴的就都就就,就哭出来了，啊，而且呢，他呢，呃，他他他,他是他是善根非常有善根的那么那么一个人。 呃，一我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他接不着啊，发短信他也不回。我说你怎么也不给我回电话呢？他说，呃，他说这个我念佛呢。我说你一天念多少多少个小时的佛？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孩子都大了，一儿一女啊，上大学了，工作了，所以他呢每天早晨起床收拾完就念，一直念到中午，念到中午吃完饭再接着念，一直念到晚上，晚上然后再接着念，念到念念到十几点钟再睡觉。 就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不念佛，他难受。他按照这英光法师的十念法。那么，那么，那么像，像像像丁家丽老师这种状态，那就是，呃，咱们讲话就福报太大了啊，没有不为事物所累啊，世间的事物所累。那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念。那当然，那那那那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念佛。英光老和尚说，这是念佛的一个极端情况啊，就是没有事儿啊，可以整天整块的时间。 在这念佛，那么呃念佛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为政务所忙啊，王公贵臣啊，就是在古的时候啊，王公贵臣没有时间念佛啊，太忙了。像我们现在很多呃人还要工作，还有很多还要带孩子，还有很多事务缠缠绕我们，还要伺候爸爸妈妈，还要孝养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啊，还有在公司商号啊，在企事业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丁家丽老师那么样念佛。 那我们呢？呃可能忙到极致吧，啊，就、呃、英光老和尚说，就用慈云忏主的十气，啊，晨朝十念，晨朝就早晨起来，啊，一口气念佛，你不要管这个佛念了多少多少多少声佛号，反正把这个气念尽为止，喘不上气，不喘气你就难受了，就憋得哈，就和游泳一样要换气了，啊，就会游泳一样要换气了，这个时候算一念。 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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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这这喘不上气了，就停了，吸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给念到没气，再喘一口气，这就三口气。啊，沉朝十念即可。啊，时间虽然短，但是功夫颇深。啊，老和尚，印光老和尚说功夫很深。那么这这就行了，这一天就这十念。啊，你中午吃完饭，如果没人干扰你是吧？你你再找一个安静地方，再来一个十念。 啊，晨午夜各十年，那就三十年，三十口气念三十年，那当然这不能再多了。英光老师说，再多就伤气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是很很很很很伤气的那么一个念的方法。但是非由由这个气来摄心，摄心的力量非常强，你根本顾不上妄念。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一口气念下来，你看你还能想别的吗？啊，什么也想不了。 啊，一就是追顶念佛吧，这一这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给这个妄念，啊，所以这是就完了，这这三十念或者十念，那、啊、这是说你再忙，你也不可能十口气都没有吧，是吧？那么你你你闲闲到像丁家丽那样，那没事就念呗。那我们这些人呢，是居于中间这些人，啊，忙嘛也没有那么忙，闲嘛也没有那么闲，哎、啊，那这个时候就呃，英国老和尚说就是。 就是随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这个工作生活的习惯，抓紧时间念佛，啊，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啊，那么，嗯，那我的我自己的体会，我肯定是居于这两者之间的。 你比如说我刷牙的时候吧，啊，我就我就我我就念念念四个字的心里念，因为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恭敬了。你在刷牙，你你你出声，你也出不了声，你的嘴里不是牙膏就是牙刷，你也出不了声。但是你心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配合那牙刷的动作，十下十下，啊，四字，那你这你这一天早晚两次吧，啊，起床刷一次，睡觉前刷一次。 你卫生间一天得上个上个四五次，对吧？大便小便呢，心里默念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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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十个电话当中，我认为一般有九个电话都是废话，这总能念点佛吧？都是没必要打的，打十分钟实际上用不了三分钟的事儿，然后最后再扯再扯七分钟的闲淡，你就别用这七分钟再扯了，念念佛呗。 啊，那每天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或者自己开车，是吧？呃，弄个 CD 放上，跟着他一起念，设耳谛听，设耳谛听，认真的听。啊，其实是其实是忙里偷闲啊，是有很不不能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说我太忙，我没法念佛。这种其实不不是这样的。啊，关键你你得有这个心啊。那么，所以呢？ 这个念佛之两极啊，一级就是特别有时间的，福报特别大的哈、啊；再一级呢，就是特别忙的啊。念佛之两极，我们是两极之间的，我们要自己呢安排时间啊。呃，见缝插针啊，这个。那么，英国老和尚在十念法当中说，有些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不能计数。你比如你切菜，你在计数，你不好把把手给切了啊。你把手给切了的话，那那你就心不专一了。那这个时候呢，执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数先放掉。啊，四条链子用三条，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那么执念，执念完事干完了啊，菜切完了，啊，这饺子下完了，啊，面条煮完了，捞出碗来了，没事了，先生吃上了，啊，儿子吃上了，那坐在旁边，啊，就说就说像像刚才我在摄影棚一样来到这儿。 真、啊、看还剩十分钟，十分钟干嘛呀？没什么事儿，念念佛呗。啊，在师傅的这个教这个演播室里头绕一绕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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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用耳朵听，啊，三个三个四三三四，也可以直着数数到一到十，啊，见缝插针，啊，那那效果是怎么样呢？印光老和尚说。 从朝至暮，一团和气，啊，佛一直在加持着你，啊，那种洋洋得意啊，那种欣欣向荣，那种暖洋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啊，嗯，这个，呃，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你只有试了，你才知道这里边的这个，那个胡妮妮居士这两天跟我说，他用这种方法，啊、呃、念了三天了，因为我来了三天，他是觉得特别高兴。 自己就不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往外笑，哎呀，真舒服！他说：“你看这先舒服，这叫养神。”啊，英国老和尚说，这种方法念佛第得到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养神。嗯、我们现在伤神呢、啊，啊，妄念伤神呢、啊。你把妄念控制住之后，你控制在佛号上，伤就养神了。养神以后，你身体就舒服，因为心归一之后啊，就没有那么多杂念妄念，啊，身体和身体、细胞和细胞之间啊，呃。 你没有矛盾了，啊，大家都被这一句佛号摄住，啊，所以特别的舒服。那么，那大家就可能就是觉得，那这样这么个念法，我就问丁佳丽哈，我说你这么个念法，你觉得耽误事儿了吗？他说没耽误，啊，什么事儿该想起来就想起来了，该办的自然而然就来到你需要办，啊，从来没耽误过，因为他已经念佛这样念念了两个月了，我这样念念了半年了。 我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好像教给他这个方法。他说他特别奇怪，啊，绝对不会耽误你的事儿。那很多人说拿出时间来念佛，他主要是怕耽误事儿。你这么没完没了的，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在家里溜达着啊，顺时针那么绕，一句一句的这么这么念，你不不会误事儿吗？你放心，不会误。为什么呢？因为在佛在阿佛说阿弥陀经里边说了，啊。 闻诸佛名者和受持此经者，闻诸佛名者受持此经者，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受持《佛说阿弥陀经》，你受持这部经，你就是信愿行嘛。你信西方，愿意去西方，然后志持名号，那那那谁护念你呢？ 一切诸佛护念，呵护、惦念，那你那佛的佛菩萨这本事可比爸爸妈妈大多了，可比老板大多了，可比妻室儿女大多了。你要是说按照佛说《阿弥陀经》这么干，佛菩萨替你搞好后勤工作，替你打扫那拉拉杂杂的事情，你信吗？ 你不信，那你就不信《佛说阿弥陀经》吗？因为《佛说阿弥陀经》说了：“闻是名而受持，闻闻是经，呃，受持者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还操什么心呢？你老老实实念佛吗？你佛需要你办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先把佛号停下来吧，你该办事了。孩子那学费高，该交了；家里那煤气费再不给就误了。他比你可有本事。” 啊，印光老和尚说：“佛菩萨就是说念净土法门的这些人，老是念佛的人，佛菩萨对我们的关照深不可测，深不可测，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揣摩到。你妈妈对我们关照，我们能测得出来。到了中午送几个包子，啊，到了晚上给你熬锅粥，这这咱能想象到啊。妈妈给你弄盘酱，爱吃酱豆腐给你弄块酱豆腐，爱吃臭豆腐给你买块臭豆腐，这可可以测出来。” 你可以，你可以揣摩到，啊，你病了，妈妈一定来看你，这你都能估计到。佛菩萨对念佛人的护念深不可测，你信不信？所以念佛绝对不会耽误事情。那那你说我这一年一亿六千万的生意，我底下有两个公司，一百二十个员工，一年卖三万台炉子。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刨去周末这两天，五十二个星期，这就一百天，还剩下二百六十天。二百六十天的话，您说再减了三分之一，再加，这还剩多少天、啊？三三三三九二七吧，还剩一百八十天。一百八十天，我把这三万台炉子分摊到这一百八十天，我一天得卖多少台炉子？我一天八小时工作，我一小时得卖多少台炉子？我要这么算账，那我就操心死了。 那分分钟都是想着这个销售啊，一年一亿六千万，三万三万台炉子。我是早晨八点半到办公室，八点钟到办公室，啊，呃，这个烧上开水，泡上泡泡泡泡点泡点这个泡点药啊，或者是泡点茶，有些时候，是吧？然后给佛给给给佛菩萨上杯水啊，上上炷香啊，一百零八拜，一百零八拜完我绕，然后佛说阿弥陀经一遍。 然后开始绕佛，三个钟头，八点半到十一点半。速度有多慢呢？南无阿弥陀佛，不听斟酌了，不能走到下一个字。你别给自己找借口啊！我你你别你别念啊！就是说这个，我昨天跟胡妮妮大居士我也接交流，他说：“那你这个阿、啊、字怎么念？多长多长？”你听斟酌，你再走到弥啊，听明白了啊、哦，听见了。 你你你不信你试试，你未必你嘴念啊的时候，你耳朵跟着你嘴走。你非得念到五秒钟以后了，这个时候耳朵回来了，因为太散乱了。啊，你看这么短时间，你耳朵还没反应过来呢，你就走到咪了。咪还没反应过来，你就走到咪咪陀了，这不行啊！哎，听清楚了，实实在,在在听清楚。咪，你看老和尚有个念佛慢的方法。 好像十五秒钟念一句佛号，阿、啊、弥，那真是听清楚了。陀佛，你看他那口气，佛完成了，啊，松了一口气。那在此之前这十五秒钟这四个字，绝对要提高警觉，绝对要保持清醒，绝对要精神饱满。 不不，印光大师说，印光法师说，不在念佛之多少，关键在于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做到这三个清楚和一个识字，呃，是十句这么一个技术方法。咱们讲话就是说念佛的质量。啊，念佛的人太多了，真正按照印光老和尚这个十念法念佛的人太少太少太少。太少 太少了，我我问了很多人都不这么念，啊，所以功夫不得力呢。你印光老和尚他是说他是顿根人，他说这个方法是顿根人用的，他说我是故印光啊，以心难制服我印光我自己认为心很难制服，才才发现了这个方法。 所以我一，我意我愿意与天下钝根人共知，我愿意与天下跟我一样的这些笨人们、钝根、钝根的人啊，一块共同知呢，就是这个念佛的方法，共同按照这种方法来念佛。印光老和尚他是他本地我们很难测了啊，他到底是怎怎么个人物？他是古佛再来还是大势之菩萨？我们姑且不论，啊，我们给他四个字叫本地难测，你测不出来，呵呵印光老和尚你测不出来。 那么他认为他是钝根人，那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就要衡量衡量自己了。你你是什么根呢？你你你比印光老和尚强？他是钝根，你是中根，就是不是？光以心难制服，愿意天下钝根人共治。那我跟你大家那些笨的人在一起，咱们按照这种方法，扫着我们呢。 啊，扫着我们呢！他是顿根，我们能比他强吗？我们如果不比他强，我就上在第一集向大家汇报：我们是顿中顿呐、啊，我们是顿中顿中顿呐、啊。我们不老老实实按照印光老和尚的方法吗？令万修万人去耳，这样一种念佛方法能够使一万个人这样做，一万个人去耳是语气助词，表示肯定。令万修万人去耳。 你这是非常坚决啊，一点含糊没有。那你说怎么着？你你你不信是吧？你不练是吧？你不练，你不能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比过。你不理解吗？你没这个根吗？你不愿意这么念，你没福德吗？你碰到印光老和尚这十念法，你有这个因缘了，你你放弃这个因缘，那令万人万万令万修万人去耳。 那就没你的份了。所以在这里，我急切的呼吁大家，不要到别人嘴里讨说法。印光老和尚说：“这个问题用问别人吗？印光大师都说到这么个程度了，你还不还不提高警觉？这千钧一发之际啊，在劫难逃啊！诸位，舍此十念之法，欲生西方，万难万难。”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舍此十念法，欲去西方万难万难，那就万难万难，再加万的平方难呗，那就不可能了吧？你老实啊，净空老和尚老跟咱说要要做老实人呢，老实念佛呀。那我怎么叫老实念佛？你看师傅到哪儿去给人提字，都是老实念佛。技术上要做到这三个清楚加一句，加这十十句佛号。 这就是老实念佛的具体落实，不苟且，啊，不给自己找辙，不给自己找退路，啊，有一分钟咱就念一分钟清楚的佛，有两分钟咱就念两分钟清楚的佛，嗯、时间不多，时间不多，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睡睡，该吃吃，该打电话该打电话，念的时候咱就像个念的样子，那不念你也别糟蹋那时间，你两耽误，见人打个电话嘴里还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跟着动。 听印光，听净空法师在新加坡，我看着开那法会，那些老居士们盘着腿，拿那个佛珠还跟着掐。你到底是听师傅开示讲经啊，你还是跟着念佛呀？两耽误，这就是一种贪心的表现，又想念佛，又想听经。因贪成障，因障而不能去，不能生息，因为这个贪就形成障碍，因为这个障碍你就生不了希望。 他一心念佛嘛？你这一，你这两心啊，也听着师傅讲经，这会儿底下掐着佛，你心没在佛号上。念佛是为了摄心，不是为了念数。说我今天十万声，我明天二十万声，真的没用。你关键你摄心的时间长短，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这念你没有想阿弥陀佛，你这念没有把妄念摄住。 这不相应，你这佛号白念了，散乱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我劝大家，我们呢，是、啊、吧？老老实实回到印光老和尚这个念佛方法马上来。印光老和尚说，短则十天，你就能体会到。那丁家玉老师是两个星期之后给我发短信，我痛哭流涕啊！ 就就就照这种方法念了不到十天之后，咕噔就跪在佛菩萨面前，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就跟着拜呀、啊，觉得就一下就明白这个佛号了，舒服啊，啊，痛哭流涕也在佛的面前，这我这一、个、我这个罪孽的凡夫啊，是吧？碰到这么好的法门，只有这六个字，我就讨了这么大的便宜。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说过多少遍，六十年几乎天天在说这个事情。 这四个字换来的利益可太大了，不明白，没觉得这四个字能换来这么大的利益。以价值无上之宝珠啊，啊，这是价值无上之宝珠，啊，那么他没觉得这东西重要，他没觉得这东西这么。印光大师说：“本命元辰啊，什么意思？你这四这六字洪名是我们的本命元辰，本命元辰，咱说说白话就是命根的。” 那丁嘉丽没有感觉，他通过这个念法念了十天，他开始感觉到了。哎呀，真幸运呐！五十多岁了，孩子都大了，正没事干的时候碰到这个方法，痛哭流涕啊！啊，在佛的面前磕呀拜呀，自此之后，天天八九个小时这么绕。 变化特别大，我这次期间见过他两次，因为我挺担他的心。那大家说，你像昨天的胡胡妮妮大居士是吧？他开始有发，有开始笑了，情不自禁的，啊，他就不愿意停下来，因为他的事情多呀，他在陪着师傅来协会讲经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啊，师傅老劝他要放下，啊，好好念佛。他他昨天跟我说，我我我真的愿意念佛了，因为高兴啊。 就盼着把这些事处理完了，好好念佛。为什么呀？谁也不傻呀！你念佛念出喜悦来了，那谁不愿意念佛啊？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念佛？为什么硬着头皮跟着念？你说不念吧，又不合适；要生西方那好地方，你说真念吧，真枯燥，真没意思。哎呦，马上一想，这楼底下炒鸡蛋那个味儿上来了，得嘞，歇了吧，泡杯水喝吧。 啊，有什么事儿下午再说了，睡一觉。不得已了，实在没事干了，拿佛就拿佛号解解闷儿。剩下能有电话来，特高兴。一看看短信，哎，我有人别那咱们横顺众生吧，这佛号先放下。他不是横顺众生，横顺烦恼。很多人我就是这么念的嘛，就是念佛不得已，但是有压力。你说不念佛，咱是学净土宗的，而且知道学其他法门根本就成不了。 硬着头皮念，念着特别被动，压力很大，完全是在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下。等你真按照印光老和尚这三个清楚加，加加这十十个数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告诉诸位，我在这儿给你铁定的说，谁想劝你停下来，你你呀、啊，你别烦就行，你别不高兴就行，真的。 那弘一尼大居士三天，啊！我今天丁嘉丽昨天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什么呀？他说：“他说我这个讲这个十念法。”我说：“您你弄清楚了，我家里，这可不是我讲的十念法，我怎么能讲这十念法？我说这是印光老壳的十念法，我不过是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解释解释。”他说：“您这个讲这个盘十念法的盘什么时候出来？我好我我我我准备拿出钱来随喜，啊！我这个一张盘附上这一个十念方法。” 我教给这些学佛的老居士，他昨天跟我说，他又念了二三十年佛的老居士，认为自己到了无念而念，念而无念的状态了，那还了得吗？那三摩地了都。然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念了还几天，痛哭流涕。哦哦，这叫念佛？你说这是谁说的呀？ 听家里说是我说的，我说你别说是我说，我哪是那本事，我是一道道地地的凡夫，我是说印光老和尚说的，怎么是我说的呢？我说你赶快改过来啊，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真的不是这个本事，不不是咱说的，这不是咱都有吗？第五十一页，啊，都都都，印光老和尚，我这一个字都没差，就照照着说，啊，所以他那那二三十年老居士啊。 那都自己以为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了，这突然再拉回来，照着印光老和尚这方法一念就明白了。哦，这个意思，那就不用咱们到念佛堂去了，就在家里的厨房就行了。那还用到那儿去跑那么老远坐那个车，还花钱？家里人还有意见，说这没事闲着净到那念佛堂去念佛，不用。你看印光老和尚说没有说地点有选择。 尽虚空变法界都可以念啊，在哪儿念啊？嗯，他说：“修习净土，随分随理，你看这这几天说多好，是吧？岂必平除万缘呢？何必要平除？就拒绝所有的万缘？万缘就是你的事物呗。啊，启必平除万缘，方能修持乎？你才能修吗？” 啊，很多人跟我说啊，胡胡胡总，我这胡胡居士胡小林，我这没时间念。你看人家那永光老和尚说：“修习净土，随分随利，那这这见缝插针呗，是吧？孩子伺候好了，妈妈伺候好了，你念吧，是吧？起避平除万元，屏的平，去除的除，万元。哪有说放下工作，放下家庭，是吧？放下你的五伦八德。” 呃，只要去去念佛，你我告诉你，那叫攀缘，那叫贪心，那种状态下，你还你还念不踏实？你不信你试试。你说你放那孩孩子幼儿园的费用你不交，你说你到念佛堂去念，你能念专心喽？所以为什么要蹲敦金分？该打发的都打发喽，啊，该付的账都付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是吧？各各各路神仙您都安稳好喽。啊。 姑奶奶，我现在念点佛，你们都甭打搅我了，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所以，所以你你不要说起必平出万元，为什么呀？你把这万元都都料理好，给它摆平了，然后方能修持乎啊啊！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念佛吗？不用。你看，他说，那宁光老师说，譬如这个修净土法门人要像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孝子思慈亲，啊，孝敬的孩子。 思念母亲，你说我们，呃，孝敬母亲的人，那钟博士、钟老师。